今天再开个榴莲，榴莲吗？看看能出多少肉，戴个手套。哎呀，我天哪！这个榴莲花了120，哎呦，掉出来一块。那榴莲便宜。哎呦，有点深啊。这玩意儿真是熟了也不行，是生了也不行啊。哎呦，挺好啊，这肉。幸亏戴个手套，不戴手套还不行。看看啊，看看多少，是掉下来的，挺好。哎，还得戴手套，越着急越不行。买这袋不好。总的来说还是有点生啊。生比吃大的最小。哎呦，这大肉。这里还有一块。还是挺甜的，这块扒不出来了，你看这一盘子合适不？吃一块看看咋样？甜，真甜，不太甜。